最近有睇啊，因為造星好多都係有啲係我之前 busking 嘅朋友啦，係啦，咁所以都好希望佢哋可以努力啦，係啊，同埋有少少會好似望到自己嘅影子㗎，即係可能見到佢哋由 busking 界開始，然後可以參加到比賽曝光，有曝光都俾人睇到，咁係好開心的一件事啦。認識下，都好多人噶，譬如天宇啦，譬如希俊啦，譬如係子博啦，係啦，咁佢哋都係 busking 曾經大家都會一起玩、一起 jam 嘅朋友們咯，係啊。其實有噶，當時得知道佢入選咗造星嘅時候，咁我都即刻同佢傾偈分享少少自己嘅心得啦，即係冇俾咁大力自己啦，喺台上面要輕鬆啲啦，係啊，咁啊，加油啊！哦，有啊，有係咪有唱《小心地滑》噶？有啊，有留意啊。你嗰次點啊？我覺得都即係我好多謝佢會視我為呢一個模仿對象嘅，即係佢都有講，佢都自豪嘅。我見佢，不過就MC 得一個嘅就係啊。哦，咁另外即係琴日就有人就話，即係陳雷好似即係出埋後招都有啲意見啦，即係自己你作為一個觀眾係啦，你覺得佢嘅舉動？咁我未追到呢集喎，今晚我翻去可能望一望，睇下佢咪真係出茅招。如果出茅招嘅話，我會鬧佢噶啦，係啊。你會點啊？打電話鬧？我同小咪咪經理人傾下偈啦，即係佢都係陳雷嘅經理人，咁所以得噶啦。係咪遇到一啲好嘅友情，即係參賽者係應該要爭取？當然啦，呢個係咯，當然要爭取啦，係咯。速輸曬喎！係咯，佢自稱話好快啦，但係。佢冇理由，我諗可能公司安排得假期俾佢打機少啦，要俾啲時間去打下機，練下手速，係啊。但係如果陳雷喺你嗰屆度做導師嘅話，你都會唔會好開心㗎？想入佢嗰隊咯。我都開心嘅，但係如果俾我揀嘅話，我想入追風嗰隊㗎。係啊，因為我覺得我嘅歌路會同追風似啲啦，咁同埋冇同埋啦，